找一个地方升起野火比较保险。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哎哎呦，说到吃高一节，说我也要来一碗，果然就是一节，我们来餐餐一咖，这招有用，这招这球勾起来，结果形成了一个适时的安打，这时候继续往二垒做推进赛。吉宏说：“好啦，碗筷也帮我准备一副啦。”我满腰了。今天这就厉害了，两次安打都带有打点，送回了高宇杰。两次打球都做出贡献啊！因为他的一个整个准备动作算是比较站得比较直的那种打者啊。如果你说第一球会打得好，是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说他只要选择高的话，几乎长打的一个机会就高。从侧面来看哈，但这个球它其实也是大概在膝盖的高度，它阻的量很大，所以它一直叫詹内要多叫几个人来。就这个球打成了一个高飞球，在左半边，回手等了，主招中了。哇，这个就本来以为秀秀吃不到多名一家算失误了，但是借由这个失误是可以吃到一个，哇，这个就真的只能吃到半碗而已，这个太应该是大意了吧，这个时间没办法解释了啦。所以基宏跑回本垒才吓了一大跳。大家好，我是显力气小迪，请大家订阅中心兄弟官方 YouTube Twitch 的频道，还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小迪力来共。